球都是你要没有warm up没有活动开，对对对，就是总是一开始他就是。
没事，我就说你要下去。他会比那个，等一下我举大，他会搬了小时要帮忙。可以的，在你们搬了小时。就比赛前的搬了小时。对，他在那里的吗？不知道。已经活动开了。他们昨天也是一开始那前半场就好像就没一点没有进入状态。 紧张，这都是紧张才。Let's go, Calvin!